嘉宾，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新庄市鼓艺团，用鼓声为我们大会敲开了好彩头，谢谢你们的表演。司令台前面在操场啊，北一女中乐仪旗队这支美丽的队伍，在各地的演出都获得了最多的赞赏。现在我们将要邀请北一女中乐仪旗队为大会做精彩的表演，因为黄林市长是北一女的校友，所以这也是北一女中第一次到地方上做演出。现在我们要邀请两位女同学黄品佳、韦征婷为大家做介绍，欢迎北一女中乐仪旗队。驰名中外、具有光荣历史的北一女中乐仪旗队，是由180名品学兼优、乐观进取的同学组成。他们精湛的演出是众所瞩目的焦点。历年来，为拓展国民外交，曾应邀远赴美、日、新加坡、南非、中国大陆、英、法等地访问演出，收获各界人士的赞扬。新庄市93年全民运动会从开幕活动开始，将会带给民众一系列的精彩活动。全民运动会也正是新庄市人文、科技、健康并重的最好表征。感谢新庄市政府的用心筹划，本校在此感到十分荣幸能参与这样的盛会。首先表演的是仪队，他们英姿焕发、雄健整齐的步伐，象征着运动会的精神。搭配朝气蓬勃的进行曲，精湛的枪法，整齐划一的动作，象征北一女中荣誉第一的要求和追求卓越的传承。直线或是圆形的图案，摆脱世俗的观点，以自己的方式改革创新，意味着新眼界的开拓。拒绝墨守成规、大胆尝试的魄力，亦象征着运动员勇敢接纳全球新知与未来的气度。对，你会给我留一张特写啊？各位现场的朋友，在欣赏北一女中精彩的表演的同时，北一女中的大家长校长陈富贵陈校长也在我们的典礼台上和他们的同学在一起，他现在挥手和大家问好，请大家掌声给他加油，欢迎陈校长。同时北一女中的学务主任唐慧文唐主任也在我们的典礼台上，教官徐百良徐教官，谢谢你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队伍，谢谢你们。
是北一女中乐队。北一女中乐队成立近半世纪以来，在毕学步老师的指导下，以悠扬的乐声获得了掌声和赞誉，更曾受邀至各地表演，为北一女中带来无数荣耀。 可我不知道他锤什么的，没关系啊。好，我待会我看到他的话。其队队员们以精湛的起舞和甜美的笑容，为乐仪旗队的表演增添了活泼亮眼的气息。悠扬的乐声伴随着飞舞的旗帜。 带给观众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12月12日，北一女中建校满100周年，历史的记忆和传承，让每一位北一女中学生肩负着光荣。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与坚持，为北一女走出一条康庄大道，以及一片璀璨的未来。在此，北一女中敬祝新庄市全民运动会活动成功。谢谢北一女中这些全国最优秀的女同学们。现场朋友，是不是再一次掌声谢谢这些无欲皆优最优秀的女孩们，谢谢你们，谢谢北一女中乐仪旗队，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